哦，我知道了。你找到什么？我的队员在其他地方发现尸块了。这些尸块都被分装在不同楼层、不同住户的垃圾袋里。那只断手的指纹比对报告出来了，周乔恩的。I'm on my way， 未来在悬空。哦，想学会宽容，也许会海阔天空。奔驰的春夏秋冬，也来去匆匆，雨后太阳又彩虹。I'm on my way， 多少次无所适从，开始坚持不回头。I'm on my way， 我面带笑容。I'm on my way。鞋子不用脱了，家里现在好乱。你早饭怎么还没吃啊？不要吃了。准备了一些宵夜，怎么买那么多？因为我不知道你喜欢吃哪个，所以我就买多点让你选。等一下记得把你妈跟房东签的契约给我看，我明天再陪你去警局检视资料。多一个人多一双眼睛。这就是9月22号礼拜三晚上11点的时候，赵丽玲经过187巷的画面。这里就是187巷三弄。也就是周小恩失踪遇害的地方。QMO 长官，你能不能再放一次啊？因为刚刚丽玲姐是不是有稍微转头一下？好像有哎，可是她在看什么啊？好像是监视器拍不到的一条巷子。她好像说了什么？是一个人在跟她讲话。QMO 长官，有没有办法把那人的那里放大一点？哎，阿弥陀，几个字？三个字。三个字，对。是三个字吗？沙啊，沙浪黑。少奶，你妈平常有在看韩剧吗？就欧巴沙浪黑，这样。你们社区还有住韩国人？不知道，有可能。我们那边蛮复杂的。徐某长官，你这个没有办法开声音吗？这监视器画面只能有影像，不能有音频。可恶，没录到声音。黑喜巷，黑喜巷，是哎，赵妈在跟人家说话，那这样子对方应该有两个人，一个认识的，一个不认识的，所以他才会去问那个认识的说黑喜巷，有这个可能性，你有没有考虑加入我分队？我这边缺人呢，我开玩笑，可是我妈是在周小恩失踪过后才走到这个巷子。所以，我妈是在跟周小恩讲话吗？她说谎。伟东哥，你说你前天晚上在朋友家泡茶聊天，是请朋友替你做的伪证吧？这间住的是连奶奶，这间是品冠。他左边是空屋，右边是个邻居，但是跟他关系很不好。这间还有这间，这些空屋都是那个烂房东的。监视器只有在电梯口，然后电梯里面也有监视器。
画得很仔细，好像你要躲开监视器绑走谁都可以。哎，你看我头上有什么？举头三尺有神明啊，我有可能做坏事吗？真的不是我啦，去社区是为了看我的房客有没有偷动我的电表，有没有在门口在楼梯间放鞋子放垃圾，甚至堆一些回收物，这都是违反规矩，这是要罚钱的，懂吗？那为什么你进出社区都不坐电梯，不经过大厅，不让监视器拍到？我觉得说谎就是为了掩盖不可告人的事情，所以现在就是逼他说出莉玲姐的下落。这是偷拍吗？原来这个蒋伟忠在女房客的浴室里面加装监视器，偷看他们洗澡。他真的很恶心耶，根本就变态啊！那我们家呢？我妈也被拍吗？他好像比较偏好大概20出头岁的年轻女性。我们检查过画面，没有丽玲姐。哦，还好。啊，没，我说没有被拍很好。这样蒋伟忠就会受到更严厉的法律制裁，根据刑法第315条之1第二款的妨碍秘密罪，一罪一罚，就等着被告吧。哎，好险那个蒋伟忠没有拍到你哎。不过要是他拍到你哦，一定也是马上删掉。你什么意思啊？我身材明明就很好。你当我没有眼睛哦？你身材好，你是好在哪里？好在哪里？好在哪里？你过来，过来。怎么了？我嘛，要是我不是在这个时机点回来。我妈应该跟你阿妈一起坐上游览车，开开心心的出去玩了，就不会像现在一样失踪。真被你说对了，我真的是一个不孝顺、只顾着自己、根本 Q 嘎的女儿。哦，我不是那个意思啊，那天是吵架说气话，而且你看，那个房东啊。他阻止大楼管理委员会装监视器，他是不想被拍到他进出偷看那些房客洗澡，可是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没拍到凶手嘛，没拍到丽玲姐完整的行踪。有时候真的是牵一发动全身啊，蝴蝶效应。嗯，人生中真有太多事情是根本就无法预测的，所以才要相信老天爷啊。这样也太消极了吧！这叫随遇而安呐、啊！不来这边，你想干嘛？大哥！哎，老大，干嘛？怎么开车的？
下车！下来！卢敏冠，吵死你！下车！下来！你想杀人是不是啊？卢敏冠，等一下，小心！老大，小心啊！开门！耶！放下我！来，阿武挡住了！来！来！卢炳冠！想跑？阿武，来了，来了！放开我！想跑？你们这些人都该死啊！小文，还给我！老大，你赢了！停吧，你疯不疯？说，老大，哎，老大，赵暖呢？啊，赵暖，哦，你起来，哎哎，赵暖，你没事吧？赵暖，阿武，美娟，叫救护车！谢谢。你还好吗？你会不会晕？怎么可能不晕？你们谁是他的家属？我们俩都是。赵姐，我们帮你做了 CT。CT， 电脑断层。有脑震荡现象。如果你再不舒服的话，我们再帮你做 MRI。MRI， 核磁共振。那你现在的头还会痛吗？会。哎，医生，还是他头上那个包，我用万金油给他推一下，看会比较好。我建议不要碰比较好。好了，谢谢。好，那我们就再观察看看喽。好。好，谢谢哦，谢谢谢谢。那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没有。对。要碰吗？没事啦，我散步的。还有你。请问卢品冠在哪里？哦，在后面。谢谢。我才刚把你保出来，你怎么又进来了？你说啊，你起来讲。哎哎哎，小姐小姐，你在干什么？你谁啊？他是我哥。你是他妹啊？你哥居然开车撞我们，想杀我们！杀你是为了救你啊，小辫子！哥，你不要再说了。这警局说要杀我，啊，杀人未遂再加一条恐吓吧？你们才是杀人犯吧？是你把小孩杀掉了，把小孩杀掉了，是马尾，是马尾，叫你毁谤！好了，你们一个都过来，全部都过来，我一个。安静一点啊！安静一点！你哥是怎样啊？老觉得周小安被他抓走杀掉。你安抚一下你哥情绪，我等一下帮他做笔录。好。妈，认真写程式。我就想看你一下啊。认真写啊。看一下不行。你好。Hello。再给你。Hi。谢谢。哎呦，你小手这么冰啊！要不要叔叔给你？哎，你去外头别来哦，路上小心哦，谢谢，好，拜拜，拜拜，再来找你哦。卢小姐，你怎么了？不舒服啊？帮我哥领药。我不知道你哥的状况这么严重。你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了，好？谢谢你，我也有责任。保重了，好。哎，郭三哥，你来看那个赵小姐是？嗯。她现在怎么样？状况？
他就脑震荡啊，头肿一大包，医生说那包要消掉才是。那个没事啊，那个一下就消了。对啊 ，OK， 哎，啊你怎么了？胃食道逆流，就是乱吃宵夜。我现在没有乱吃宵夜了。是，对啊。是啊。郑少姐没事的啦，那个很快就好了。好了，你不要乱吃了，自己保重。我知道。啊啊。伟人哥真的很喜欢撑伞。下雨不撑伞吗？不错嘛，好到可以淋雨了。这给你，好吃的啦。我有一直劝他休息，可是他说他再待下去的话，闷出病。到现在都还找不到我妈，我在医院多待一下都是痛苦。我现在应该可以出院了吧？好啊，我等下帮你办出院手续。让他出院哦。让他出去外面昏倒就不关我们的事了嘛。我会昏倒还不是你害的，是卢品冠好不好？哎，卢品冠他妹，刚刚在大厅看到他，他在偷哭。赵小姐，你身体有好一点吗？还好到可以出院了。我还是放不下我哥，我哥忧郁症很严重，可是他跟小温在一起之后人生就有希望了。我哥说这半年来他家一直闹鬼，半夜听到撞击的声音，有时候还会看到黑影或是白影，冰箱或是水槽里面还会看到动物的尸体，然后他开始出现幻觉，觉得一定是因为有鬼要破坏他跟小温的幸福，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开车撞赵小姐的原因。所以你哥是把他当鬼？是把你们两个都当鬼吧？法律上的原则，我们会先除罪化，之后再去病化，不会以病来推断他犯罪。之后会去病化之后来找证据，用证据来说话。真的很谢谢你。我刚刚去帮我哥拿精神科的药，其实精神疾病的患者在还没有发病的时候都跟我们大家是一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做家人的更不可能放弃他，因为别人是很难体谅的。我刚刚还遇到管理员国昌大哥，他跟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啊，谁也看不出来他来拿安定睡眠的药。等一下，等一下，你说管理员国昌？可是他跟我说他是胃食道逆流才医院的。啊？你也不舒服吗？哦，我这个小事，这压力大睡不着。为什么管理员要说话？我们一直在想是不是品冠，或是房东，或是其他房屋中介，但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呢？不行，我现在就去调解。哎，走。赵暖，国昌哥，国昌哥，哎，李长，你在干嘛？哎，搞什么？建成哥，你有没有看到国昌哥？他今天休假。休假？那你知道他住哪吗？像住泸州吧。哎，不过我刚巡逻看到在西洞啊，他说去那边找朋友。好好。西洞。不好意思，请问一下，现在 C 栋有几间空屋啊？好像还有三间吧。那你不用钥匙吗？你要干嘛？我要租房子。哎，好，试住看看。
这样，你们看的觉得怎么样？我们讨论一下，考虑看看。OK， 那不然你就四处看看啊，我先到门口等你们。哎呀。你们看，我刚刚发现一袋垃圾，翻了一下，这一定是这几天的。看，国昌哥，你怎么在这里？哦，没有，我刚刚巡逻，所以我说看，哎，怎么这边会灯开了，我过来看一下，结果没有相识你。你们在这边干什么东西啊？怎么了？不是、啊、你们要干什么、啊？不好意思，查的是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小房间而已。啊，就是一个小房间啊。国昌，建成哥，嗯，你有没有看到国昌哥？他没来啊？不是，他有来吗？哎，现在怎样了？有吗？没有。卢一凡，哎，你们在干嘛？有吗？没有，人跑了。他之前就是把我妈藏在这里，看来他杀害小恩之后还是有歉意，不然不会在这边用这个检验灵堂。谁管他们歉意啊？我妈现在在哪里啊？你先不用太担心，赵妈目前应该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不然应该有她的。我们找一下，说不定有什么线索可以知道丽颖姐现在在哪。手机，会不会是国昌没带走？品冠，所以这是小恩的手机。喂，我找你找的好久哦，你终于肯接我电话。我以为你被警察局那些人杀掉了。我拜托你，我真的，我一定会按时吃药。林冠，我是罗一凡。为什么又是你啊？你烦不烦啊？你到底烦不烦啊？对不起，我要跟你说一件事。小恩他已经死了。我们还没有找到凶手，但你相信我们，我一定会抓到凶手。怎么了吗？没有啊，看他有没有在碰啊。
已经戒毒了，你要你出可以吗？那不错啊。现在很认真在写电脑程式，你可以不要这样。我、很好，有进步。出去！看什么看啊？不要那么凶啊！啊！不要那么凶嘛。对不起。没关系啦。但是 SPA 馆也找不到丽玲姐，那他会把丽玲姐藏在哪？这个社区这栋大楼，我自己都不知道走过多少遍了，就是怎么找都找不到。你先好好休息，其他我们来想办法。你这时候看什么签诗啦？签诗是神明在冥冥之中给我们方向，如果你不信，是你的损失。那你现在有灵感吗？陈世面，会不会是我们已经找过的地方？南鸟孤飞依北巢，今日贵人陈世面。丽颖姐住南栋，所以她应该在北边。这里是南栋，但我们找过这里。陈世面，我们找过这里，所以太阳从那边升起来，东南西。你怎么在这里？浇花，浇花。韩国昌，你已经被逮捕了，你涉嫌杀人案，现在要将你进行拘提，最好乖乖配合。下来。林姐，林姐，林姐，来，林姐，为什么是你啊？你为什么杀了周小恩？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要杀人，我只想要照顾小恩。你知不知道她被她男朋友打？他每天都带了不一样的伤进来，我每天这样来来去去，像看他受伤，我受不了了。这干你什么事情？他可以打电话给社福机构。他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我要一个铁板面，开始教的。你要吃一点东西啊，吃点东西才可以好好的住城市，不是吗？我买宵夜，你先在家里等我一下。嗯，快到了。好，拜拜。你下班了。小安，我特别拿这个药来给你擦。这个药是可以消淤血的，很有效，你试试看好了。不用，谢谢你。小安，我觉得你不要再跟那个男孩子在一起了，会打女人都不是好东西。他不会打人。那你的伤怎么来的？就他打的嘛。谢谢你啊。不是，小安，你听我说，不是听我说，你不要碰我，叔叔你好，你不要碰我，我叫你啊。你不要叫，你不要叫，你不要叫。你不要这样，我是为你好。你不要这样，我就放手。你不要这样，你这样，不要这样啊！你不要紧张啊，我是关心你啊。好，放手，你不要吵，你不要叫，你不要叫，你不要叫。来，你起来，我跟你说。
那时候很慌，我很害怕，我怕被摄影机拍到，所以我沿着墙壁走。他如果不大叫，就不会有这个事情；他如果不要乱叫，就不会有这个事情。一直叫，他一直叫，一直叫。那请问一下，丽玲姐，他有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吗？哎，啊，那是谁啊？一个啉酒醉的啦。哦吼吼，你辛苦啊吼。我来处理，我来处理。好好好。哎，玲姐。国昌啊，什么事啊？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啊。就是你刚刚在回来的路上，你有没有捡到什么东西啊？有哎。有，对不对？有。啊，那就好，那你被你捡了。要脱鞋子啊？不用脱，不用脱。哇，你家里好干净。哪里？我不好意思踩上去。哎，这个，这是你的东西吗？对，就是这个，原来被你捡了，对。哎，这不是你的东西啦，这个粉红色的口红啦，这什么女孩子的唇膏啦，这个保养品，哎，怎么可能是你的啦？没有关系，你这个东西交给我，我拿去警察局。哎，你这么忙，我明天去市场的时候，我顺便拿去就好了，你不用特别跑一趟啦。没有，我管理员，这是我的工作。哎，没关系，我明天去就好了。交给我了。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不是。你东西交给我，靠近我，你很奇怪耶，你不是，我知道东西掉了，明明就不是你的东西啊！你东西交给我，我要报警啊！你要报什么警？你东西，我要报警了！你要报什么警？啊！救命啊！救命啊！我在七楼把他拦了下，可是有摄影机，我会怕。你不要追我，你不要再追我了。因为那天你们讲到蓝可儿，你们查了水塔，所以我才想说，既然这样的话，那水塔应该算是比较不可能再去查的地方。他现在没有死，我很高兴；他没有死，我非常高兴。但是我真的，我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拜托你，不要判我死刑。小恩，对不起，小恩，对不起。对不起。幸好现在赵妈都没事了。你还好吗？你以为我就
她失去我妈了。你没有错啊，当初我们也怀疑是卢品冠，不是吗？没想到竟然是方文为了要逼走她，天天拿钥匙进她家门去骚扰她。任谁都没办法忍受到家里面都看到动物的尸体跟内脏，或者是莫名的声响跟诡异。要是我一开始有答应我妈去赴你的约，也许一切结果就会不一样了。笔录做完，我先走。没事。可以好好睡觉了哦。谢谢你，真的很谢谢你。没事啊，谢什么？下次要请我吃饭了。好。还哭，真俏北北。张妈，现在你没事了，警方已经把管理员陈国昌抓起来了。我去买点溜子来给你吃。谢谢啊。我到底怎么回事啊？没事了嘛，都没事了。老大，出事了啦！等一下，快点！你看现在是多媒体，你要红了啦！红什么啦？不用了。老大，你是里长，你要上电视为李明发声啊！对，这样，头发有没有乱？没有，帅帅帅，很帅。看你想要哪一台，就随便一台啊，随便一台，收视率好一点，是好一点。请问，我们老大是紫光公主，哎，要来紫光拜拜啊！这个臭小子也有怕的时候啊，平常装的那么嚣张，这个我可以笑他笑很久。发生这种病灶，哎，你们什么时候变这么熟啊？你哪有熟啊？碰到他准没有好事。那你觉得温律师怎么样啊？我看你是好了齁，话那么多，就不要以后我住在家里，三天两头就要去相亲。你怎么可能住在家里啊？你不是要回美国去？不回去了，我要赖在你身边。你怎么啦？我可不可以拜托你，好好照顾你自己？我很爱护我的身体啊，你看我，你知道了。信心，我会陪你，现在的癌症没有像以前那么恐怖啊，我陪你一起找到最好的医生。
啊，我都不知道访问这么累，我刚刚蛮帅的，差不多了。好，谢谢哦，辛苦了，辛苦了，有需要协助再跟我们说。好，嗯，好，谢谢，我去帮，谢谢，队长，走了。聪明啊，那时候就是想要追他那个直觉。哦，可以哦，帅。直服公公主啊！哼，哎，太帅。常在想，为什么会见到鬼？或许是他们有话想跟我说，还是他们知道我看得到。这些孤魂野鬼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帮他们了却心愿的人。可是你们这样，我真的很累。各位观众，为您插播一则重大的新闻，我们刚才接获一则令人非常难过的消息哦。一辆从南部返回台北的游览车呢，翻覆在台152线道36公里左右，也就是南投集集往台中的飞云山庄附近路段，发生了一起重大的车祸。那这辆车呢，是从台北出发，才刚刚完成了4天3夜的进香团旅游。据了解呢，这个大湾呢，在几年前也曾经是发生过一起一辆轿车几乎是在没有刹车的情况之下冲落山谷的意外哦。所在地就是交通事故的翻覆地点，一辆载满进香客的游览车失控冲撞护栏翻落山谷。由于事发地点在山区，路况不佳，于是救难大队仍持续在搜寻其他乘客的下落。根据医院捎来的伤患，那目前现场是没有看到有任何伤者。第几次了？刚不是检查过没问题了吗？记忆卡有没有换新的？一出来就换了。不好意思，接过一下。不好意思，兄弟，兄弟，警察，他是家属，让他过，让他过，先过，先过。请问这家属是什么事呢？不好意思，统一在跟大家说明。家属目前状况怎么样呢？辛苦了，辛苦了。在哪？跟我来。现在情况怎么样？伤患正在搜救中，家属请在这里等待。我下去，先生，先生，我要下去，先生，我要下去，王一凡，王一凡，王一凡，你冷静一点，你等一下，现在情况或许没有那么严重，你先冷静下来，你先冷静下来，让我们搜查，你先冷静下来。陈护士，陈护士，等一下，你等一下，包长官，你叫什么先搜救？行业封锁线啊，好像是家属吧？不是说先搜救吗？为什么要放家属？因为人手不足啊。整个山坡地又很大，所以没有办法全面的封锁。好，我上去处理。啊，那人在车上，我要知道他有没有事。一般的冷静。可以交给你身上吗？如果你交给身上，那你想下去吧。我是现场的指挥陈家义检察官，现在什么状况？不好意思，我是隶属台北市警局制服分局侦查队分局长连大峰。失事游览车上的乘客，居多都是我辖区的居民，他的阿嬷也在车上，所以情绪这么激动。我带他先离开。没关系，没关系。你阿嬷叫什么名字？罗成凤娇。罗成凤娇。陈凤娇。其实搜救队已经回报，大部分的乘客都已经寻获了，就是这位罗成凤娇女士还下落不明。我们现在以游览车为中心，扩大搜索范围，所以要再请你们稍等一下，好吗？是麻烦你们。嗯，辛苦了。还有希望，还没找到就是还有希望。
罗一凡，你冷静。罗一凡！罗一凡！罗一凡！罗一凡先生，这边你真的不能进来，你会影响到我们搜救，你阿妈我会帮你找到。罗一凡先生，这里交给搜救队。好，你冷静。先生，你听我，你冷静一点听我讲好不好，先生。阿妈，你别走，我行了，我行了。还给你空间。啊！还有熊野，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有一位乘客叫罗正雄，有搜寻到他任何消息了吗？哦，罗正雄已经被送往正德医院去了哦。安武美君，你们先去医院。可是老大他……听我的，熊野需要人照顾，你们去医院看一下熊野状况，快点去。那你有什么事情都要跟我们说，保持联络。我们先回去好不好？一凡，车子是受伤吗？下来。对。一凡。先生，你要去哪里啊？一凡，你去哪？先生。一凡。哎呦，你我吃着无？我们公司是合格的游览车公司，没有违法，没有问题的。法律可以替你讨回公道。我要他们一命赔一命。游览车会翻车，是因为司机的关系吗？那个出代志的所在，听讲常常出车祸哦，敢讲的是那魔神啊吼，会来个冲击。婆婆的汤很好喝哦。这里是地狱第一店。Come on.